国税局基隆市分局人员开心地在店门口张贴祝贺。这家位于基隆市安利路的连锁便利商店开出七八月统一发票特奖200万元。这名消费者花了236元买了口香糖等物品就幸运中奖，特别的是他还使用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因此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将会主动通知，不用再像以前一样，不是不知道自己中奖错过领奖期限，就是找不到中奖的纸本发票而与财神爷擦身而过。那很开心哈，我们基隆分局呢，在那个110年七八月哈，最近的这一期的统一发票呢，在安义路的一家便利商店呢，开出了那个统一发票的一个特奖，奖金是200万元哈。那这位幸运的那个消费者呢，他只花了200多元就中了那个200万元的那个奖金哈。那他比较特别的是呢，他是用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好，所以在我们那个财政部的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呢，针对这个中奖的部分呢，会主动发出讯息，好，所以呢，民众呢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哈，比如说你如果拿到纸本发票，可能你要去回想我是不是有在这家店消费，啊，甚至还要去把纸本发票找出来哈。所以在这边呢，要特别呼吁我们所有的那个消费者哈，其实云端发票哈的好处非常的多哈，它可以方便我们发票的整个的管理，不怕它毁损，也不怕它遗失。然后同时呢，它除了可以兑奖啊，兑奖一般的统一发票的一个奖项以外呢，针对云端发票呢，它还有专属奖项。还有专属奖项可以那个可以再有一个兑奖的一个资格哈。然后如果两个同时都中奖呢，我们会择高给予奖金。国税局基隆市分局方面再次提醒这名幸运民众，这一期统一发票特奖兑领期限到111年1月5号前，如果事先已经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设定中奖奖金自动转入指定账户，除了可免除印花税，还可以24小时随时随地兑领到中奖奖金。呼吁民众尽量使用手机等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不但比纸本发票多一次中奖机会，中奖后还会主动通知，甚至将奖金存入指定账户，方便安全又环保，何乐而不为？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